天津的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百姓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，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。2006年泥人张彩塑被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今天我们就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如何制作泥人张彩塑大白子，一起感受捏泥人的乐趣。头部制作需要工具、泥、转台、湿毛巾。制作一个圆球形状来制作头部，用手加泥使表面光滑，并找到眼睛、鼻子、嘴、耳朵的位置。使用工具制作出鼻子、嘴和眼睛大概的轮廓，并且把鼻翼、眼窝做出来。
加泥，并制作出煤工。用工具制作出眼睛。用手加泥，把眼睛位置、大小固定。用工具找寻嘴巴位置，并制作嘴巴。把嘴巴、鼻子、眼睛做深度处理。
把手沾上湿毛巾，使局部细腻化，专业词叫做间隙。添加耳朵，注意要成比例，并注意添加位置。
身体制作。用泥搭建一个身体的基本大型，然后和头部衔接在一起。添加身体大致轮廓，等同比例添加。添加腿部、脚部大型。添加手部大型，之后把整个身体添加成型。身体大型可以借助工具以达到平滑效果。
用工具压制手指和全部身体细节，最后间隙完成。
Thank you.